这是我身为天命主教的最后一日，尤兰戴尔，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明白了，主教。旧天命总部科洛斯滕，就是爷爷他刻意选择的地点吗？ 我应该向你道谢，对吧？师姐蛇的领袖，你不需要谢我。喜事之剑，此刻与我已是无用之物。蛇可是不会轻易放弃猎物的掠食者。<笑>你可别想逃啊！下一个实验体就是你了。啊？ 是那宗教的新品种吗？还猜我在哪儿？让开，我的时间很贵。 我知道，这不像是我会做的事，但如果有什么要说给你听，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该怎么称呼你好呢？梅比乌斯，还是另一个我？